请掀开经本，课会第24面第六行，24面第六行，第八行，从47页看起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。修菩萨行，具足德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忍。我们再接着看下面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48愿最后的两愿。文明的人，现证不退，这是弥陀特别为帮助十方世界一切发菩提心。行菩萨道的这一类人，那么这些人慈悲心重，所谓是宁愿牺牲自己，先成就别人。这种人是非常值得社会大众赞叹，所以诸佛菩萨也不例外，对这些人也特别的照顾。在前面的三愿，我们看到。弥陀帮助他们，第一个是帮助他们入普等三昧，其次呢，帮助他们定中供佛，而不是定义；第三，又帮助他们掌握住。自行化他的重要纲领，陀罗尼这一愿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两愿，又更进一步了。不仅是能够得这个佛法修学的纲领，而且。还能成就真实的功夫。我们看经文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，这个两句是相当不容易，但是它是真实的受用。菩萨在六道里面行菩萨道，这个行菩萨道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教化众生，为众生做种种的榜样。众生这个环境非常复杂。在这个里面得清净心是非常困难，所以佛在许许多多经论当中教导我们，比如《金刚经》，大家念的最多的，须菩提尊者
其实那是一位大菩萨，不是普通人啊。他现的身份是阿罗汉，叫大权实现。那么他在这个世间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佛教他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能够守住这两句话，你就能永远保持清净欢喜的平等住。这个是菩萨的真实受用啊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起心动念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都生烦恼，都被污染。为什么会被污染呢？我们要多想想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内有严重的烦恼，这个烦恼我常常讲啊，烦恼的根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为自己想啊，与我有没有利益？这个是烦恼，所有一切染污病根。从这个里面生贪嗔痴慢，生是非人我，名闻利养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你怎么能得欢喜？我们世间一般人讲的欢喜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正生欢喜。诸佛菩萨常生欢喜心，那个欢喜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必须要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转过来，清净欢喜心就现前。怎么转法呢？没学佛之前，起心动念是为自己，为我们这个家庭，或者再扩大一点，为我们的社会，为我们的国家，这就很难得了。能不能解决世间问题呢？给诸位说，不难。每一个人为自己国家利益，不同的国家就起了矛盾了，彼此互相争利，于是天灾人祸、战争就起来了，所以不能解决问题。佛教给我们清净心里面没有界限。我们在大乘经上看的很多，决定没有加这个界限，没有种族的界限，没有国土的界限，当然也没有宗教信仰的界限。所以你发心为众生服务，这个众生
是广大而无有边际的。如果说我们今天为整个地球的利益还不行，我们为这个地球的利益，那一个星球上的人为他们星球利益还有星际战争呢。真正解决问题呀，佛法里面所说的诸佛菩萨心量大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彻底的解决。所以佛菩萨舍己为人，那个人的对象是虚空法界，没有边际，没有界限。这个时候他心清净了，他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我们前天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法身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他有这样真实圆满的认知，所以才能够得清净心，才能得欢喜心，得平等住，在一切法里面得平等。通常在大乘经论里面，佛给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，那么这在佛教里这个说，世间出世间，所有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？佛是一句话给我们解答：因缘果报啊。简单的讲啊，就是因果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种不善的因决定是不善的果。人间如是，天上也如是，世法里头如是，出世法里头还是如是。我们在许许多多经论里面得到真实，谁肯这样做？佛这样做，菩萨这样做，声闻缘觉虽然这么做法呢，做得不够彻底，还有夹杂。佛与化身菩萨做得干净利落，一丝毫的夹杂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得的是真正清净快乐。真正得到了平等心，这个十法界佛的心是平等，菩萨里面化身菩萨的心是平等的，全教菩萨的心还不到平等。平等这两个字重要啊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跟一切众生平等，决定没有高下，这个道理太深了。但是大乘经里面讲得透彻，讲得详细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要用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。
佛家如是，中国过去儒家、道家了，亦如是啊。中国从汉武帝，这是汉朝第二个皇帝，制定了国家的教育政策。这个教育政策制定之后，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。这2000年当中，改朝换代的事情很多次啊，可是教育政策始终不变，这个太难得了，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历史里面找不到，唯独中国民国年间才把它改变了。这一改变造致于今天社会的动乱，汉武帝制定的教育政策是遵从孔孟，以孔子、孟子的学说作为教导全国人民的主轴，再以佛教育、道家教育来辅助。中国自古以来三教啊，这三教并不没有把它看成宗教，是看成三种教育，相辅相成啊，变成了宗教是近代的事情啊。佛教、道教变成宗教，历史也不过200多年，不超过300年。清朝中叶以后的事情才变成宗教。现在我在上个星期从中国回来，经过香港，香港有6个宗教，就很奇怪，6个宗教，哪一个是宗教的？人家带我去一参观，孔教，是儒家也变成宗教了，全部都变了，是不可思议啊。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儒家叫什么？也叫平等主啊。中国的这帝王，以儒家的学说治天下。所以我们到北京去参观，北京参观故宫，叶小文局长特别嘱咐我们留意故宫里面有3个建筑物啊，象征帝王统治这个国家。3个大殿，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你们想想，太和、中和、保和都是出于易经，儒家的。这个大殿命名呢，是从易经上来的。这是叶局长特别提出来，然后我对我们的同学也去参观，我给他加个小注，我说你们要留意什么叫太和。太心要大了，要像太虚空一样啊，
我们和啊，不是我们两个人和，一家和啊，啊，一国和啊，一个世界和啊，尽虚空变法界啊。我们现在讲这个太空当中许多的星系，许多的银河，我们跟他们通通要和啊，这才叫太和啊，太和才能解决问题。才避免星际战争的。你看看这个星量多大，如何落实太和呢？中和。中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心，不偏不邪叫中啊。我们有一点私心了，那个心就不中，心就偏了，心就邪了。你们想一想这个味道，心要放在中，决定不能有偏心。诸位要晓得，中和是真心，佛家讲的真如，讲的本性，讲的中道第一义，《易经》里头讲中和，说法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啊。诸佛菩萨心就在中，啊，这化身菩萨；全教菩萨呢，那个心就偏了一点，偏的幅度不大，啊，三五度而已。还算是很中，辟支佛阿罗汉就偏的幅度更大啊。到我们人道啊，这个偏差了已经超过90度啊，100多度了，所以的问题严重了。那么佛给我们讲，地狱恶鬼出生，那个地狱度啊，地狱道是180度，完全违背了中道，就是这么回事情。你看看这儒释道三教，这三教的圣人都教给我们要中道，要学中和。中和后面饱和，如何能永远保持中和跟太和？你看看这味道。所以他们才真正有清净欢喜平等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。我们要学佛，从哪里学呢？你看看佛菩萨、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，根本就是起心动念，根本是个心法了，心一定要正，一定要中。正而不邪，中而不偏，永远保持着中正，你成佛就不远。成佛，成就无量智慧，成就无量德能，成就无量才艺，成就无量相好。你要说为什么能成就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，这些是我们真心里面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只要我们的心恢复到中正，
不再有偏斜了，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。所以佛法称内学，是从自己心性里面去修学，不在外面了。六道众生迷惑颠倒，迷在哪里？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一切的这个贪求都向外，都是向外去求，向外求未必求得。纵然求得到的，还是你命里所有的。命里头没有的，你决定求不到啊！说命里所有的，诸位要懂得，已经是第二义了，不是第一义。第一义里面讲啊，我们本性里头本来具足，现在世间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大人小孩没有一个不贪钱的，都爱财啊，财从哪里来啊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，这他不知道了，心心念念向外面境界上攀援，怎么样去赚来假的？如果这个财富能够赚得来的，那这些聪明人应该都会赚钱。为什么？有很多绝顶聪明才智的人，一生做穷教授，拿几个薪水过日子，连自己想买几本书的钱都没有。我的老师就是这个例子，方东美先生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哲学家，确实绝顶聪明，命里头没有财呀。我们学佛之后，这是恍然大悟，晓得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修了一些法布施，法布施得聪明才智，财布施得财富啊。他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他修的法布施啊，所以他有高度的智慧，物质生活过得很简单。他在中年以后学佛了，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研究，还是没有落实，所以一生还是过穷日子，晚年也没有能改善过来。我看得很清楚啊，但是我在他的面前不敢说，我也不敢劝他。可是我自己呢，落实了。我想想，我这个早年大概前生的修因呢，跟他差不多。前生修法布施，速获了财布施。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个物质生活非常艰难，真的是很苦啊。学佛，学佛的前十五年，那也是苦不堪言。年轻无所谓，受点苦不在乎。我学佛七年出家，这一出家就上讲台就讲经。
讲了40年，我讲经讲到20年，才有一个小道场。啊，你们去过台湾，看到华藏佛教图书馆，20年才有这么个道场啊。有了这个道场之后，大家看到这个福报啊，一年一年不一样。所以，我这一生这一点福报是这一生修来的，不是前世的。不像啊，有很多法师，他们的福报是前世修的，不是这一生修的。我前世没有修福报。但是前世修了有智慧，所以这一生学经教啊特别容易。也能够有一些起处。那么如果说是再能够修无微不施，你就得健康长寿。这一点我也非常注意。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大概是19岁、20岁，18、19，这个两年呢，打猎杀生太多了。我知道这个果报很可怕，这个果报是短命的果报啊！干这种事情啊，多病短命。那个时候是无知，不懂得。学佛之后，豁然觉悟到。我学佛之后放生，不施医药，虽然收入很微薄，我专门喜欢干这两种事情，帮助一些病人，放生。所以我学佛6个月，我就吃长素了，忏悔也。从前杀业很重啊，所以还算不错，这个业转过来。有很多老同学跟我都知道，我年轻，许多人给我算命看相，都说我过不了45岁。我很相信，我接受这个说法。就45岁那一年。害了一场病，整整1个月，我一生没生过病，那是生了也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就好了，也就没事，这个关口过了，转过来了。那么早年甘珠活佛是我老朋友。他也给我印证。有一年我们在个法会上碰到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从前呢，我们在背后都说你，我说我什么？说你人很聪明啊，可惜没有福报，又短命啊。我说这些我知道，这些不必背后说，当我面也可以说。我很清楚，我会接受。他说：“你现在这几年讲经说法，这个功德很大，通通转过来了。不但你有福报啊，而且你会很长寿。”这他嘱咐我的。所以，事出事法，因果法了。我们懂得因果的道理，了解因果事实真相。念头转过来，行为转过来，我们的果报通通转了。所以诸位今天看到，这个福报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你们都能看到。你们看到我这个桌上这个讲台，我不必用，我一步就能上来。
我还有这个体力。由此可知，修这三种布施重要，决定不为自己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享受，自己要健康长寿，我都没想过。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社会，全心全力帮助这个世间苦难之人。世间人哪个不苦难？天上天王都苦，都有苦难的。什么苦难呢？不能了生死，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是苦啊，真正之苦啊。世间人知道的不多，眼前这种苦难小事，微不足道。怎么样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这是大事。这个是佛教导我们的。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佛教育，儒家的教育、道家的教育，虽然讲道讲得不清楚，讲得不够透彻，我们很不容易理解。唯独佛法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，讲得明了。中下根性的人，只要缘分好。什么是缘分好？遇到好的老师，遇到好的修学场所，自己又真正肯好学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。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这是大学问，这是真智慧。然后我们的思想纯正，决定没有偏斜，我们的行为纯正，决定不造恶业。我们所造的纯善而无恶，所得的果报，自己不要去享受，完全送给别人去享受。我们自己享受什么？清净快乐的平等住，我们只享受这个，所有一切的这个获得了，都贡献给社会，都给别人。我差不多有20多年没有用过钱。十几年前，好像我是第二次、第三次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在这个80年代的初期，很不容易上街去买一点东西。我到美国去住3个月，花了9块钱。还是要求同学，让我试试看吧，用用看吧。我需要什么东西，他们都替我预备好，一点都不要操心，所以钱没有用处啊。20多年来没用过钱，所以对于金钱我没有概念，确实是一无所知的心清净，那个东西很讨厌的，心里常常要有这些账目，你说多麻烦，你说那多烦恼。所以我们放下了，首先要把这些东西放下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要彻底放下，才能够真正得到清净欢喜的平等住。这个是自受用。我们讲佛法
最高的享受。这从前方老师教过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就这两句。我们现在读这个文呢，知道啊，我们自己肯发心、肯学习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。所以才有这样显著的效果啊。自己的清净平等呢，一定要帮助别人。下面讲修菩萨行。菩萨行包括的范围太多太多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归纳六个纲领。第一个纲领叫布施。布施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全心全力帮助别人，照顾别人，这叫布施。以我们自己的财力、物力、智慧、劳力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个服务是无条件的，这个服务是义务的，这是菩萨行最重要的一条。在帮助别人、服务社会，一定要受法。受法就是第二个条件，持戒波罗蜜。持戒的意思是受法，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。那么现在交通便捷，我们常常到其他国家去旅游，到哪一个地方去旅行，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，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，给他打成一片，人家就生欢喜心了。我们为他服务啊，他才肯接受啊。如果你要不守法，跟他的风俗习惯相违背，你想替他服务，人家拒绝，你不接受。所以一定要懂得守法，持戒就是守法。第三呢，教给我们要忍辱，忍辱就是你要有耐心啊，你要能观机，一定要懂得时节因缘，了解这个地区。这个地区的众生，他们的生活状况，他们现前的环境，很有耐心去帮助他。往往一桩好事，绝不是短暂期间就能做得好。有些我们这一代还不能成就，要懂得第二代、第三代。你们看看大魔祖师到中国，禅宗好啊，他观察中国人有这个根性，但是他来的时候，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没有办法接纳他这个法门，他很有耐心。他跑到少林寺去辩逼，面壁九年，等到一个会合，他把这个法传给他。会合传僧参，
僧璨传道信，道信传弘忍，五代都是单传呐。到第六代传到慧能，开化结果。这个禅宗啊，大大的弘扬开了。你再想想看，那是多么大的耐心啊！不是在自己身上完成啊。所以要晓得，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。我常常跟同学们说，家庭的美满，社会的繁荣，国家安定，世界和平，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。然后你就懂得为什么中国2000多年历代帝王改朝换代而不敢违背教育政策。教育政策始终不变，他就是晓得这个教育的重要性。这四种教育，第一个是家庭教育。儒家讲的非常圆满。第二个是学校教育。从前学校教育也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。第三个是社会教育。社会教育在古时候中国用什么方法呢？用艺术。这个在古老的时代，诗歌，那是社会教育。孔老夫子周游列国，讲各个地方这些民谣，他们所唱的这个歌词收集起来，重新整理编辑成为诗经。那么现在就包括这些艺术，现在比从前更多了。现在在文字上，报纸、杂志、电影、戏剧、歌舞，这些都是社会教育。而从前社会教育，孔老夫子定了一个宗旨。诸位读过《论语》，都念过《诗三百》。《诗经》是社会教育的一个代表。一言而蔽之，曰：“思无邪。”社会教育的宗旨。那么今天社会教育没有了，今天社会教育专门教人邪知邪见。你看，跟中国古圣先贤这个教育宗旨180度的相违背。第四个是宗教教育，宗教是教育，是教育里面最高峰啊。但是今天宗教教育没有了，宗教流于形式，变成了迷信。所以今天这四个教育都没有了，社会怎么会不乱？人心没有皈依，人不知道这一生为什么活着。所以讲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价值，
都成了很严重的问题。这四种教育已经毁灭掉了，重新再建立起来，谈何容易？所以，外国许多宗教家讲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是什么？不是讲这个世界的毁灭，这四种教育没有了，就是世界末日。社会动乱，人心不安，终日惶惶。这个现象就是末日。所以我们想来想去，只有求助于宗教。为什么呢？宗教的信徒实在讲还是比较善良，比较容易接受因果的叙述，能够相信因果报应，这个人就有救了。如果连因果报应的道理不懂，事实不能接受，这个人没救了，他就沦落在末日里头去了，不能回头了。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很认真努力联合全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，我们没有别的，总是希望每一个宗教不仅仅啊是在仪式上，更重要的是在教学上，要把他们经典里面的道理讲出来。经典都是教给我们怎么做人，怎么工作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。佛是这样讲法的，儒道是这样讲法的，我们看看其他经典。基督教的新旧约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，我也常常读诵，也是教我们怎么做人，怎么处事啊。它是教育，很好的教育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方法，教导一切不同根性的人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归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，各种不同的宗教，这是方便有多门啊。我们与许许多多宗教往来交谈，交换意见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跟佛法里面讲的完全相合。大家都知道佛不是常说吗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我们就用这一句的教诲跟全世界各国宗教联系成一体。慈悲就是爱啊。哪一个宗教的教主，他们的神圣都是讲爱世人。佛家讲慈悲，慈悲就是爱，所以这个根本完全相同。那么教学的方式不一样，那就是方便为门嘛。所以不同的宗教可以在一起融合。
可以团结成一体啊。教学最后的目的，我们提出了三句话：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幸福。每一个宗教都承认，都不反对，我们的根本相同，真诚的爱心，我们的方向目标相同，都是希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幸福。那么然后我们展开经典互相讨论就容易了，我们有了方向了，有了基础了，自自然然都能融合。今天不仅仅是我们感情上的往来，我们在教义教理上都能够会通，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和平、世界社会安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很认真、很努力在做这个工作，我们也很有耐心。我们知道这个事情，这是大事业，不是一个普通事业，要很长时间。可是我们在新加坡才2年，就有现在这么好的成果，这个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只能说，这佛菩萨保佑，所有宗教众神通通保佑，所以我们的发展才有这么快呀！这么好的成就啊！今年、去年我参加雪梨、澳洲天主教召开一次宗教人士座谈会，一天我们在一起聚会4个小时，天主教召开的，澳洲政府都感觉到惊讶。因为在世界上头一次，从来没有这种活动啊！总共是5个宗教参加，4个小时我们在一块交谈之后，他们的主教做了个结论，结论很好，我们都很佩服。他们很谦虚，说过去这个1000年，他们做错很多事情。特别是对于其他宗教的歧视，现在经过这个一座谈，知道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很多好东西，都值得我们互相学习。所以我相信他们这个报告一定送到梵蒂冈，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教宗啊对全世界人忏悔，求上帝饶恕天主教徒的罪过，特别是对待其他的宗教。所以这是了不起的精神啊，知过能改啊，善莫大焉啊，不愧为世界上大宗教家。那么今年他又召开，我又收到通知了，7月7号开始，大概7号、8号、9号，今年开3天。这个也是澳洲政府意料之外了。澳洲政府认为说，大概这一次恐怕以后不可能再有了。没想到今年又要召开，而且还开3天。我相信今年参加的这个宗教可能会更多，好事情啊！我现在在其他的这个国家地区活动，这个很多请我讲经我都不去了，但是宗教团结、种族团结，我一定会参加。我去帮忙他，我去把他促成。我们要把新加坡的一些经验带给他们，
我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新加坡的宗教活动。所以在今年年底，这个是和平祈祷温馨晚会，我就打算邀请全世界的这些宗教家的时候来参加。所以今年的大会比去年更会兴旺。去年我们有8000多人与会，今年我们想到可能会超过15000人。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准备。这个是促进全世界的安定和平，我们今天做这个工作绝不是地区性的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一律平等对待。所以这是这样，要有耐心，耐心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耐心得到社会许多善行人士的赞助，第四条呢，教给我们要精进。精进，进是进步啊，更要认真努力去做。进步加个精进，纯而不杂，我们一个目标一个方向，绝不掺杂自私自利，绝不掺杂名闻利养。对个人来讲没有这事啊，我们全方位的奉献，设方同修善心的供养，我们一定要给他做真正的好事，我们决定不辜负大家。这个是我学佛几十年来遵守的这个规矩啊，所以一定求精进。第五，禅定。禅定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绝不受外面境界的动摇，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。我们知道这是好事，但是好事多磨啊。嫉妒障碍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，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般若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。譬如在我们这个培训班培训的同学们，你们在此地学习讲经，我当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，他老人家就给我们说过，你讲经讲得不好还无所谓，如果你讲得好了，你就走投无路啊。这是老师以前警告我们的呀。那我这一生呢，果然就遭遇到了走投无路。这是幸亏得韩馆长的扶持，我被逼得没有办法了，在他家里住了17年了。我的遭遇跟禅宗六祖慧能差不多啊。六祖慧能在猎人队里躲了15年了，我在个居士家里住17年了。你才晓得不容易，哪一个道场，哪一个寺院
都不容纳你。想到人家去讨个单，去住一天都不答应。所以我们现在这批同学啊，天天在训练啊，将来讲好了还不跟我一样。可是我呢，还真的得佛菩萨保佑，还有人帮助我，始终维持着讲台，没有荒废啊，这一点很难得。40年在讲台上没有中断，这是得力于韩馆长的护持。今天我们用什么方法？不能不借助高科技。所以我很重视我们的录像这个小组啊。现在有许多专家要帮助我们改进，说我们的水平不够高。距离这个卫星电视啊还差一截。要我们一定要拉上这个水平，我们的奖金录像带啊，他们才愿意给我们播放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加强。最近我们要在香港建立一个摄影棚，跟这个电视台完全一样。我们也聘请专家来操作这些机器。还要聘一个专门导播，他们是导播电视的，导播电影的，要找专家来服务。我让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讲一套专辑，把这个专辑向全世界流通，这个关难关就打破了。我们不必要人家到场地方去讲解，哪一个人家电视机里播放，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到场。这是我为我们的同学着想啊！要用高科技，要用这个 VCD 来突破。希望啊，这个教学能够流通到全世界。这么多年仔细观察，只有这条路畅通无阻。现在呢，我还特别留意电视台。我们东西能够上电视，那就方便了。我相信三宝加持，这个愿望会圆满的。现在美国有7家电视台播放我们的奖金录像带，整个北美洲都能够收得到，大概每天是1小时。那么其他的夏威夷好像是1个星期，我听说有2次，电视台播2次，澳门1个星期有4次，那么最近我们跟香港来接洽。学香港的亚洲电视，另外还听说有个凤凰卫视，我们都在接洽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搞道场，不要再建寺庙了，我们向空中发展。你说，那么这些呢，都叫做修菩萨行。这是帮助别人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佛陀的教诲落实，我们要真正做到。如果只是单单会说而不能够落实，我们得不到真实受用。这下面讲具足德本，具足德本就是要落实。
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许多同学来问我怎样修行。我常常告诉大家，首先要把修行这两个字定义要搞清楚。所谓的行，是我们的行为。我行为太多了。佛家把它归纳为三大类。思想是行为。起心动念，思想的行为。言语是口业的行为。身体动作是身体行为。行为再多，不出这三大类。这个三大类的行为有了错误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古大德教我们从根本修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从根本修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从起心动念之处。这叫从根本修，我这个一个念头生起来了，立刻就清楚就明了，这个念头是善还是不善。如果是善，可以继续增长；如果是不善，赶紧把它止住。这叫从根本修啊！善恶的标准是什么？又要搞清楚。与社会有利益的，与众生有利益的，这是善。如果说与自己有利益的，与社会众生没有利益的，这是恶，这是大恶。与社会与大众有利益，与自己也有利益，这是善事，可以做啊。但是这个善事不是第一等的善，第一等的善的时候，与自己没有利益，与一切众生、与社会有大利益，这是第一等善事，诸佛菩萨做的。如果我们说这个好事与我有利益我才做，与我没有利益我就不做了。你不是菩萨，这个因缘与你不相干，这是对菩萨讲的。这个德本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德本当中的德本。为什么呢？唯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才彻底把问题解决了，快速的解决，这很不可思议啊！这个道理太深，要么有长时间深入经藏的基础，也很难理解。不但我们不容易理解，多少学佛的老法师、老居士，他都不能接受。不但他们不能接受，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过了，十方世界许许多多大声闻、大菩萨也不能接受。什么原因？没有彻底搞清楚。所以这个法门，经上常常赞叹：“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”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们遇到了，能够相信，怪事，这不是普通事情啊！
虽是怪事，它也有原因。这佛跟我们说过，过去生中的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这一生没有把它搞清楚，就相信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搞清楚，或者没有搞清楚就能够深信不疑，都是属于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。这一生起了这个信念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不仅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同时也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。这是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啊！幕后一句说：“应是不惑一二三人。”这是越说啊，越不可思议。此地讲的一二三人，并没有指出来是哪一种的境界。但是我们看看其他的经，像《人王经》里面跟我们讲五种人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这三个位置叫姓人，也就是说人这个意思就是同意、认可、肯定、承认，有这些意思在里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二三地的菩萨这个信心坚定，决定不会动摇，决定不会退转。那么四地、五地、六地这三个位置叫顺人，更进一步我们常讲随顺佛陀教诲，他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我们今天学佛最大的困难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并没有能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完全顺从佛陀的教诲，我们没有做到像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佛那是真诚的教诲，叫我们日夜日夜不能间断，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随顺，我们做佛做菩萨，那个时间很短3年五载决定成功啊！为什么我们修学这么困难呢？佛讲的话听得不错，很好，不能去做。每一天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还是贪嗔痴慢，还是喜怒哀乐，怎么办？跟别人往来，专看别人的缺点，专想自己的好的处，专看别人不好处，自己是好人，别人都不是好人，这怎么能成功？佛教给我们，你看，恰恰相反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专看别人的好处，专看别人的善处。
别人不好不善，通通不放在心上，这叫随顺如来教诲呀，顺人呐。四谛、五谛、六谛菩萨，四谛的下品顺人，五谛的中品，六谛的上品，随顺佛陀教诲。实在讲，我们新加坡有人做到啊！我一提，你们大概都知道了。许哲居士做到了。你看他今天101岁，他到这儿来表演过，身体健康的状况，就像30-40岁的人一样，还有很多30-40岁的人不如他。为什么原因有这么好的身体呢？他说过了，一生没发过脾气，100岁呀，一生没发过脾气，一生没有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，他所看的都是看人家好地方，看人家的好，看人家的善，人家的不好不善他完全记不住，不放在心上啊。他举的例子很有意思啊，很容易理解。那李牧原居士问他，一看到那些卧人卧士，你怎么看法呢？他举个例子，就像在街上走过的陌生人一样。这个例子好啊，我们每天都上街，都看到来来往往许多人呢，你记住哪一个？一个也没记住。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嘛？他就学会这个本事。所有一切卧人卧事，就跟陌生人一样，不放在心上，他一桩都没记住。一切人的善行善事，他记得，他学习，所以他是纯善之人，没有一丝好的恶念，没有一丝好恶欲。101岁到这儿来皈依，不晚了，给我们做一个表率，做个榜样。早年他是天主教的修女，晚年他读许许多多宗教的书。他们的教友曾经说他，你为什么看其他的宗教书？他答复得很好，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片光明。他突破宗教的界限，突破的平等住啊。所以李牧原问他，你的心目当中宗教是什么？他答复了一个字，爱。爱就是宗教。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，完全正确。世间所有一切宗教都是肯定的爱字，发扬光大爱心，爱一切众生的真诚的爱、清净的爱、平等的爱，这就叫宗教。你跟他往来，言语简单明了，那么到7谛、8谛、9谛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叫无生法忍。10谛等觉叫寂灭忍。那么如果我们讲此地的1、2、3忍，那第一就是信忍，第二
就是顺人，第三就是无生法忍。我们怎么能肯定古大德解释最后这个第三人呢是无生法忍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一二三人意思是说的什么？地上菩萨，他们不是普通菩萨，原教的登地菩萨，这个是十方世界诸菩萨在各个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世间教化一切众生，能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纵然是初发心的全教菩萨的佛力加持，也能把你提升到地上菩萨。这一愿精神意义在此地，诸位要晓得，菩萨要修到登地，那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但是在这个经里面来讲呢，这就不难了。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可是我们本经在第十五品，就在后面，也讲到三种人。这三种人，第一个叫应祥人，第二个叫柔顺人，第三个叫无生法忍。古大德给我们注解，什么叫应祥人？有应祥啊，开悟了，这叫应祥人。实在讲了，这个就是由音声啊，我们听讲，我们在学习，我们听讲经而开悟，这个可以说包括在应祥人。第二种柔顺人呢，是有智慧，心地慈悲柔软，能够恒顺众生，能够常随佛学，他从这个里头悟入的。那么这一类呢，都叫做柔顺人。那么第三种无生法忍呢，意思跟《人王经》里所说的完全相同。他说这个三类，这个三类是在讲的这个应祥人呢，意思也接近信人。柔顺人呢，他多了个柔字，跟人王经的顺人呢也很接近。所以总而言之，都是地上菩萨所证得的境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果然能够修清净心，修欢喜心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行，具足德本，你有上面这个条件，你就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就在现前把你提升到地上菩萨的境界。这是这一愿真实的意思。我们要认真努力，对于弥陀本愿丝毫不怀疑。所以在这一生当中的成就是可以做得到的。末后这个一愿，第四十八愿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这个意思就是于诸佛法现前就能够证得不退转。
凡夫修行最大的障碍就是退转，而且是什么状况呢？进得少，退得多。我们的困难在此地。如果只有进步没有退转，修行到成佛，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成就究竟圆满的德能。这叫成佛。是不难实现的。难就难在我们退转退得太多。境界一现前，这个心就被外面境界诱惑了。现在这个世界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，每一天有新的产品出来了，新奇的东西出现了，这些东西在诱惑你呀。所以佛家讲的魔，魔在哪里？魔是什么？那些人都是魔啊，还天天制造新玩意来诱惑你，叫你心不安定啊，看到了就动心啊，就喜欢了，就想买了，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他骗跑了。你心里头永远定不下来，永远呢受外面的诱惑。这一诱惑，一心一动就退转了。你的定慧也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比不上菩萨了。菩萨修行别常常逛市场啊。这不在华严经上看到的。菩萨常逛市场啊。逛市场修什么？修禅定。原来我们晓得他的是高明修行的方法。什么样新奇的东西他看到了决定不动心。这叫定啊，叫禅定啊。你这些新奇东西他看到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会。他智慧增长。全部动心，禅定坚固。人家逛市场是修禅定，修般若波罗蜜。我们逛市场是搞贪嗔痴。怎么一样呢？不一样吧。这是我们要学菩萨的地方。也要能够经得起考验。所以生活，什么样生活是最健康的呢？最简单的生活是最健康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许哲居士度了不少人啊，我现在把它做成那个光碟。我上一次，就是前两个星期到中国去旅行啊，我把他的光碟带了500片。到处送人呢，这大家欢迎呢。这个不是宣传佛法，宣传健康长寿。哪一个人都要求的嘛。你看看人家健康长寿怎么修来的？生活简单，一天吃一餐，完全吃生菜，油盐糖醋通通没有，完全吃生菜。回归到自然了。你们从北京来的同学啊，这个光碟了，每个人多带几片回家，
送给你们亲戚朋友。心地纯善，生活简单，思想纯正，他也是不知道钱，你给他钱的时候，他不晓得数字，他走路，你问他哪个是东方，哪个是南方，他不知道，他不懂方向。不放在心里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，何必把它放在心上？他的心里面什么呢？世间有些苦难的人需要帮忙，他只有这个念头。每一天还要为那些苦难人服务，你看，常常给他们送米。他自己不吃油啊，他送油给别人。送钱给别人。他自己不用钱，送钱给别人。实在是难得了。所以我们纵合他一生，他一生财布施。法布施，无为布施，所以他的果报，他有福，他有大福德。他一分钱都没有，怎么叫大福德呢？他的生活丝毫不缺乏，这个就是大福德。生活所需不缺乏吗？他没有贪心吗？他很知足吗？知足常乐啊。他有智慧，他修的法布施有智慧，他能够力行众善，不作众恶，这是智慧呀。帮助一些苦难的人，这是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。三种果报他圆满具足，所以这个光碟要多多去流通。这时候我们在此地看到这个幕后这一愿呢，它真的它兑现，现真不退。所以我们问他。他前途一片光明，他丝毫没有怀疑。他死了以后，现在用念佛，他决定到极乐世界。他要不念佛的话，他决定升天。他是天人呢，他不是凡夫啊。你说他多快乐，他心多清净，他是真正得到清净欢喜的平等住，我们念这个，他通通具足了。这个修菩萨行具足德本，他全具足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念的这个，不活一二三人，那就不晓得他是第几人的菩萨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菩萨实现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能做得到。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布施做不到，我们不肯做啊，不肯放下自私自利，不肯放下贪嗔痴慢，是因为这个关系做不到啊。人家肯放下，他就真做到了，做得那么圆满，做得那么自在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，所以他所修集的善根功德，愈增愈进，不会退转的，所以叫不退。那么在经典里面也叫做
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是梵语，意思就是不退转。所以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，菩萨行愿，发不容易，发心不容易。这个发心就是一般人讲的舍己为人，能够牺牲自己，成就别人，这个愿心很难发。可是发了之后啊，要想保持不退呀，不容易。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很容易退心。所以人王经上说，别叫性为菩萨，有个外号叫青毛菩萨，像这个羽毛一样随着风飘走了，说明他的信心不可靠很容易这些。涅盘经里面也说，无量众生发无上菩提心，遇到小小的困难，遭遇一点点挫折，就退转，菩提心就不见了。这是不容易成就的原因。换一句话说，信愿不坚固啊。自己必须要知道，我们自己不是这一生一世，学佛的人、信仰宗教的人，大概都肯定都能够承认呢，我们有过去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三世因果了。既然有过去，过去事情太多太多了，这么多的过去事，要知道我们跟多少人结了怨，这些冤家对头常常遇到啊，或者是你的亲戚，或者是你的朋友，或者是你的同学，或者是你的同事，处处都在障碍你，都在找你的麻烦。菩提道上一帆风顺，谈何容易？所以我们自己晓得自己的冤家债主太多，怨憎会。如何能克服呢？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忍辱波罗蜜。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这叫事出世间一切法。无论大事小事，要想成就，第一个条件，忍。大忍有大成就，小人有小成就。你不能够忍，你就没有成就，决定退转。所以忍辱非常非常重要。每一位同修心心念念都祈求消业障，知道自己有业障，怎么个消除法呢？忍辱啊！你不能忍，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啊？逆境恶人要忍，顺境善人也要忍。为什么呢？顺境善缘呢，不生贪爱。你要忍啊，
这个更难啊！逆境恶缘不生嗔恚，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，你的平等心。清净平等是道，这个道就是说清净平等是真心，永远保持着真心。心一动，那就不叫真心。所以你起贪爱不是真心，你起嗔恚也不是真心，所以如何保持着清净平等心，永远保持，这个就是《易经》里面讲的中和之道啊。能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热心为一切众生服务，绝不计较自己的得失。你跟诸佛如来就同心同德，你才能保持不退转。无量菩萨没有道不退位，纵然是勇猛精进，可是一遇到张云，往往就退转了。小的张云他还能忍受，猛烈的障碍他就受不了了。所以忍辱波罗蜜的成就要靠智慧。要靠真正的修持。我们不是像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所说的真干，想在菩提道上不退很难啊。名利诱惑我，五欲诱惑我，净缘诱惑我，这是我们菩提道上严重的障碍。因此像我们这种根性的人，最好的办法还是读经。经读多了，理渐渐就想通了，道理想通了，道理想通之后，遇到这些障碍，我们就有智慧，有方法来对付。你没有智慧，没有忍辱，没有定功，这个关过不去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经教到底要读多少呢？不在乎多少。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关键在常识。我们在古时候看到出家在家许许多多成就的人，往往人家一生学一部经，一个法门就成就了。
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，由此可知，我们学经不必学很多。今天我们在此地提倡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个本子对现代人来讲非常适合。经文不长，也不太短。便利于我们现代人这种生活方式。太长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诵，没有时间去学习；太短了，我们很难得力。所以要选择一个很适中的这个经典，《无量寿经》好啊。我教人首先呢，把这部经念3000遍。用意在哪里呢？熟记经文，把我们的妄想杂念念掉。不念经就打妄想啊，这个是没法子的。如其打妄想呢，那就不如老实念经。念经有好处，所以如果有妄念起来了，赶紧念经。我们现在经本子印的很多，也有印很多小袖珍本，可以放在口袋里，可以放在钱包里。妄念起来了，赶快去念几段，把你的妄想念掉，用这个方法好啊。念熟了之后啊，这个经文你就能记住了。再要求是要求要依教奉行，知道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这个念头到底应不应该起来，佛有没有说？如果佛说这个念头不善，那这个念头起来马上就要把它转掉。用什么方法转呢？念佛的办法最好，一声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念头转掉。古德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一句佛号提起来，觉悟啊！一定要常常觉悟，时时处处觉悟，不断的觉悟，我们就不会退转了。能真这样做法，我们也得到佛力加持，现真不退。我们看到过去修行人，现在也有一些修行人，他们都得到这个效果，给我们增长了信心。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一定也能得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48愿讲圆满了。